好，这风力真的很强劲。我们来看看云林北港朝天宫庙前，在这里有千里眼跟顺风耳神像，但是来看看这20公尺高的千里眼神像已经不敌强风，结果被吹倒了。事隔一天，庙方想说呢，把另外一尊给拆下来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就要拆顺风耳神像的时候，没有想到竟然意外的倒塌，这场面触目惊心。好，这20公尺高的顺风耳将军呢，瞬间倒下，发出了巨大的破裂声响，支离破碎了。庙方解释说呢，顺风耳受到台风吹袭，其实早就已经破损，担心砸下来会伤到客人，所以决定要自行拆除了。那么在昨天中午的时候，封锁旁边的景观大桥，出动了吊车，将顺风耳五花大绑接着往前推倒进行拆除。因为这两尊神像都倒了，损失超过300万。朝天宫表示说呢，会不会重建，必须要考量经费来源是不是足够了。